哇塞，这个酒店太绝了！说11点退房，还没到11点，才10点多吧？断网、断电、断热水，我啥都没有了。哎呀，真绝！不过我现在马上收拾好了，准备出发。是207，我把钥匙放进去，因为也没有人给我 check out，不知道怎么弄。OK，the tire just explode on the highway。Explode on the highway. This tire is too old. Yeah. 我操！他妈刚才差点死了！我操！这他妈130的高速上爆胎，然后这个轮胎直接，我这个车直接失控，差点冲到路边。然后看这个轮胎已经成这样了，把那个后院保险杠都翘起来了，我得换备胎了。It's on the highway.
我的天哪，太热了。这车连他妈刹车盘都没了，他刹车盘是不是丢了？哎呦我操，我他妈真的要累死了，换了半个小时。好，这个备胎还算是不是过分的。挡风挡都裂开了，觉得会热吗？开老远还开到深圳。
个螺丝不要拧得太紧，不然到时候万一需要我换螺丝，还得再什么拧。在高速上，这个破车刚才他妈跑120的时候爆胎，然后连带着把后边的那个挡泥板都他妈震碎了。我操，我的车差点他妈失控啊！看这个破轮胎，那个整个都起皮了，也没有三脚架，我只能拿我的行李箱当三脚架。然后花了我半个小时换上这个备胎，我还得把千斤顶卸了。第二次换备胎，第一次是跟瑞在他妈的那个爱丽丝，看这个备胎咋感觉寿命将至了。我操，刚才真的生死一线间啊，我操，我这车速100、120、130忽然爆胎，然后我那个车开始然后我操，整个我都担心那车整个横飘，他那车屁股摆了两下，然后那个车胎因为爆了，然后整个那个翻撕下来了，把那个后边那保险杠都给搓了。我操，我现在要返回图鲁姆去修车。我刚发现今天是不是因为太热所以爆胎了呀？我的这个手机一直在提示我太热，然后那个它的闪光灯一直不能用，因为太热。哇，我真是太淡定了，我他妈换完备胎现在在这边看金字塔，因为我只有2分钟就到金字塔了，再来回拐一趟，反正我觉得备胎已经换完就那样了吧。这边看这个考古的现场叫 Zuil， 不好意思，它叫 Muil，这里是 Muil 玛雅遗迹，我们看一下，就这么大吗？这65，Is that all of it? Pardon? Oh, sorry. That's all. 这也太简陋了吧，就这么点。感觉不太对呀，跟图片不太对呀。这个就是它的大金字塔，还是挺壮观的，属于修长型的。这个金字塔感觉特别的修长。
高耸，但是其实没有很高的。但顶上那边都没有台阶了。这边正面还可以，侧面和背面风化更严重，已经没有切面了，可以看到它石头之间的那个很大的缝隙。它好像想从金字塔走了。这边果然是一分价钱一分货，像这个景区65，还有坎昆的那个小金字塔景区收门票50吧，好像他们那个价格便宜，是普通景区，比如说是大一点的那种 Koba 的一半，或者是这个奇琴伊察的1/8到10/10，但是他们的规模确实也就是1/8到10/10，一分价钱一分货吧。不过这个看一下它不同风格的不同地区的小金字塔也还不错。我现在就想找一个cenote下去游泳，但是我觉得我应该，理智告诉我应该先去修车。这个哥哥会讲英语，他说能帮3个小时能帮我把轮胎换了，然后把那个保险杠修理一下，轮胎大概要2-3千，还可以。看一下这里，感觉可以塞进去，就是这里有点麻烦，把这修好就可以开了，然后再换个轮胎。OK, that's really bad. 我刚发现这里也被划黑了，好麻烦啊。我和修车厂的小哥下去换轮胎，换完轮胎他再帮我修一下那个保险杠。这是他们的 tire center。哇，全新的轮胎花了2500比索。后边是这个小哥家，然后兼他的修理厂，他正在整修。然后那个修理厂，他们家院子看起来大概有个20米乘20米，应该能放下个十几辆车吧。然后那小哥挺好的，带我去换了一趟轮胎，而且他也会英语，帮就非常容易。他还问我从哪儿，是不是从谷歌知道的，因为我从谷歌查到他们家嘛，我看没有什么差评，好多好多家都是，虽然说是什么4.几的评分，但是好多人差评，说什么他们又慢，然后车费又高之类的。他们家没有什么差评，虽然只有7-8个人评价过，然后小哥人挺好的，然后还加了我的 Instagram。这个他说修那个保险杠要换$200左右，所以我他们花了$200换了轮胎，又修车花了$200。早知道我他妈租一赫兹多好啊！早知道我租一赫兹也就花个三四百四五百刀，
现在我花了400刀租车，又贴进去了500刀修车。哎呀，真的是，这个小租车公司真的是啊，太坑了。现在我还得徒步去吃个饭，然后打个 taxi 去图鲁姆那个海边看一看，去他的 beach 游个泳吧。等一下，我没带泳裤。这个餐厅比昨天的便宜很多哎，这个烤鱼要280。This one, OK, which one? This one. And the garlic and the fries. How much? $290? Yes. Okay. Okay. Does it include the rice? Include the rice and salad. Okay. Okay. Yeah. Do you like? Yeah. Okay. And the garlic real? Garlic? Okay. Okay, cool. The drinks? Drinks. Do you have a juice? I have the beer and the soda, Coca. 看我的章鱼饭。但是怎么有点坑啊，端上来那么一大个，怎么感觉只剩三分之一个章鱼了？大章鱼。Thank you. Tamarindo 酸角汁。他好像给我换了个大杯子。觉得一小杯我不够喝。哇，甜甜的爽。再吃一个章鱼啊，原生态的这个章鱼，蘸点这个辣椒酱。虽然没有太多的味道，但是本身的那个章鱼味就很好吃。还配了这个西葫芦。图鲁姆的出租车司机疯了吧？6-7公里的路，开车15分钟，管我要700块，60刀，他当我是傻子吗？图鲁姆的出租车太疯狂了。大概就是个10分钟左右的车程吧，他们开口都是要40刀，然后我最后打到这辆是20刀吧，跟他成交，我感觉已经是他们底价了，因为我跟他们说10刀他们都不行，回来的话我估计还得再找找车。刚才我差点骑那个 scooter 过去，因为这边有那个 bird， 就是那个连锁的共享 scooter， 20块钱起步，然后1分钟7块钱，总共估计骑过去差不多花100块钱，也算挺贵的了。按理说，如果是这个距离是在墨西哥城或者坎昆那边的话，100块钱的话 ，Uber 都随便走了。已经快关门了，我现在要赶快过去。看他们这边说是路边不能随便停车的，然后而且路边停的好满，其实还是有空位的，如果自己开车来的话。有点坑呀，他把我扔到这个路中间了，然后我还有10分钟才能走过去，我感觉有点来不及了。啊，天哪！早知道我还不如租 scooter 呢。scooter 我也应该已经骑到了。
这里明明有条路口可以进来，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出租车都不从这儿进来，非得走一个 V 字形绕了个远路。好，这个不知道是不是公交车，我可以等会儿可以坐这个吗？我现在在这个百度巴士上，那个图鲁姆遗迹4点钟就关门了，然后我打车过来看了个寂寞。本来可以去海这儿游个泳的，但是我感觉心情有点不太好，不想去游了。这边有一个 shopping center， 我想去星巴克喝杯咖啡吹吹冷气，等我的车修好了，然后明天看看，实在不行我开过来一个小时我再去逛一下这儿吧，有车的话都方便，这边出租车太黑了。来 Starbucks 喝杯咖啡吹吹冷气。这个星巴克它上面写的是Dragon Fruit 奶昔，结果没有任何奶，完全就是果汁。然后那个牌子上写的是95，然后他要收我105。然后我进来过5分钟他们就关门了。我还想说在这儿吹会儿冷气上个网，结果刚进来5分钟他们就要关门了。感觉这杯星巴克血亏，吹了5分钟冷气。然后我的车修好了，看着修得很不错，技术很好，跟新的一样。然后不知道2000块钱能不能搞定，他说2000还是2300来着。现在是下午5点半，在墨西哥的话5点半基本上哪儿都去不了了，海边天也黑了，然后所有的景点都关门了。然后修车厂的那个小哥哥来接我了，因为这边打车是 crazy expensive， 而且这边高速边上车也不多，他们开车5分钟就过来了，但是打出租车的话可能要你30-40刀。看一下我的车，看一下怎么样了。哎，不错，哇塞，看起来和新的一样啊。好，貌似没什么问题了。哇，这个我落日好漂亮。Don't worry, it's okay. I'm Mexican, bro. 帮我清理了一下备胎好像，所以它看起来比较新了。 OK， 然后车这里是还是有一点点，还不是太大的问题我感觉。他说是2000，后来又说2300，最后跟我说3300，然后我跟他说便宜点没多少钱了，而且他还之前跟我报个价了，最后他说要收我2800。这边的轮胎看起来也很新啊，停在了这个 Paradise Beach 对面的这个停车场，停车费是150，感觉跟自己打车来差不多呀，打车过来200，自己过来开车过来停车费150。然后这个路边他是说不让停车的，而且那边有一个拖车的牌子，我本来想说临时停在那个路边，因为他马路边都可以停车，我感觉有那个区域，但是他画了一个拖车的牌子，我有点不敢停了，别再被拖走了，出什么幺蛾子，停在那个停车场吧。啊，然后体验一下这个白沙滩。哇，
体会一下加勒比的海风。远处的那个夕阳还是很漂亮的，刚才我拍的那个夕阳的落日超美的。这边的夕阳特别特别大，就让我想起来那个《两小儿辩日》里边说什么早上跟晚上的太阳比中午的大。因为我在由于在北京，你就完全感受不到这个，晚上呢也大不了多少，但是这边的太阳晚上特别特别大，我感觉那个 size 能，因为它晚上是因为那个光的那个角度折射的原因吧，显得很大，我感觉那个 size 就一个太阳可以装中午的四个太阳。这边的沙子都是面粉沙，整个一条线特别长的，大概有我估计有2公里长的 beach。 让我们走过去感受一下，它唯一不好的就是现在有很多这个海草。哇，哎，这个好水，海水好温暖呀。这个海水至少有26-27度，就是感觉像小温泉的感觉。我要是早一点来就好了。夏天的风。现在正好是涨潮，早一点来可以游会泳。看他们在游泳，但是没有什么人游泳了，我有点不敢游，因为这个海不知道有多深，而且这里没有那个救生员的标记。我看一下我能不能走到那个图鲁姆的那个标记的地方。吹一吹加勒比的海风，太阳还剩最后一点阳光。这边这个海草真的很影响体验。海里还有一些游泳的人，其实晚上在这里游泳并不冷，关键是不要被海浪卷走。我马上就走到了他的那个 Paradise Beach。 哇，加勒比海滩的夜景，哎，今天晚上必须来海滩那边走走也是不死心的，想把白天损失的时间找补回来。
开。这里就是 Paradise Beach 了，感觉跟刚才的那边的那段的 beach 并没有什么不同。我感觉我再走能走到那个图鲁姆的玛雅古迹那里，是不是在那边啊？但是太远了，估计有2公里，这样我来回就得走4公里。刚才我的那个苹果健身已经提示我今天已经走了2倍的目标了，我的目标差不多是3公里，所以我大概今天已经走了6公里。哇，涨潮了，这个水真的，我跟你讲，温暖到就是你不在水里反而会冷的那种温度。再往前好像走不过去了，一边有辆车在沙滩上，可能是沙滩的尽头。不知道能不能看清啊，现在天已经完全黑了，吹着加勒比的海风，走在它的面粉沙上。iPhone 晚上的拍照摄像能力真的很差。现在走了500米，再走500米走到停车场，准备开车去另外一个城市。咦，我刚发现可以开着闪光灯录像，但是这样子好像啥都看不到。从图鲁姆往北开了1个小时到这个城市了，这个城市叫 Playa。 看他们那边有一个像 office work 的 office 的东西，那边有个警车，然后这个 Playa 是好多那种豪华酒店聚集的一个城市，度假城市。到今晚的酒店了，卡萨迪阿博，好难念的名字。这个
大厅感觉睡得也很舒服，很温馨的小客厅。他也可以拿到钥匙了，然后把车停在这儿，路边都可以随便停 ，as always。然后现在推着我的行李回酒店的房间。这个酒店房间应该还是挺大的，感觉还是挺干净的。明天我想早起多玩点地方，然后晚上可能再去吃个夜宵啥的。看那个是 reception， 这里还有一个小桥。然后这是一楼，我的房间是五楼，有电梯。如果没有电梯的话，我绝对不可能带这个箱子，我要崩溃了。好久没有照过镜子了。哇塞，我感觉我的头发，哎，还是挺不浪的，感觉有点偏那个橙色了。天天洗头，因为最近游泳嘛，天天洗头。总共他们有六层，没想到这个小酒店居然有六层。看一下普拉亚的市中心应该在那边，那边有个大超市来着，如果想买东西。然后我的房间是504。哎呀，有电梯真是爽，这个好有意思，我第一次看到这种设计。Do not disturb， 哈哈 maintenance 什么的，好有意思。504，我的房间就是在 Playa。你参观一下我的房间。这边很像，也像那个小公寓一样。这是酒店式公寓还是公寓式酒店呢？有一个电风扇，我记得他说是有空调的。这里有个小号的电视。有一个阳台，这里还能坐上炕。那里有一个抽烟的小桌子，底下是我们安静的小街道，因为这边不是在市中心。看，这是在 Playa 的小公寓。我在 Playa 的小公寓，公寓的小阳台，公寓的小阳台。这边没有什么蚊子，我觉得还挺好的，因为可能从楼数比较高吧。然后走过来，我还以为，你知道吗？刚才我还以为那个就是我的床，这个 day bed， 我还以为这个就是我的床。没想到啊，这个才是我的床。是电风扇，关掉。哇，有空调，它没有给我开。这里非常充满了这种石凳风格的装修。然后是有一个阳，有一个背后的阳台，还有个纱窗。哦，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这里是走廊，这里是走廊，我要把这个窗帘拉住，不然洗完澡出来可能会有人看到我的裸体。我还以为它有两个阳台，我说这怎么前后这么通透啊？原来这里是走廊。OK。我现在赶快把空调打开，因为这里太热了。来一个16度，最大的风。好的，拍一下酒店的房间。对了，拍一下卫生间。他们这个整个这个地板都是这种比较偏，有点像石头的木质地板。然后这个小隔间还挺好玩的，这个半层的小隔间。哎呀，电风扇，客厅没有空调，只能开电风扇了。
今天没怎么玩，其实，但是是心累。啊，我这个腿都破了，这腿侧面不知道是我挠的还是怎么回事。哇塞，这个卧室的电视也太小了，估计能有多少？估计能有15寸，比那个电脑屏幕大不了多少。还有个冰箱，假装在工作的我，这个屋子的 WiFi 没有信号，我连的是隔壁的 WiFi。 OK， 现在是10点，找到了一家还开着的墨西哥餐厅，看起来本地人很多，感觉应该很好吃。他们的烤肉 taco， 嗯，不错。看这家餐厅，有2000多个人给出了4.8分的高分。是2000多个人给出了4.5分的高分。这家餐厅叫 Il Fogo。 看他们这里放着他们的三大饮料，是 Horchata、 Jamaica 和 Tarimando 三角汁、洛神花茶和这个乳酸的饮料，这是他们这的标配。如果你想喝什么水类的，他们叫 fresh water。 fresh water 的话就是这三种， Horchata、 Jamaica、 Tarimando。 我们看一下它的菜单，哦，看不太懂，都是西班牙语，但是taco 在这里， taco 大概是从20多到70，不知道有什么区别。一杯超大的 Jamaica， 我以为他没有帮我点，我正要看点个 juice 之类的，他结果就给我端上来了。他们这有鲜榨果汁，等会儿可以来杯果汁。这个 taco 看起来很省略啊，上了一盘这个不明的菜，这个玩意儿黏黏的，有点像那个什么玩意儿，让我忘了名字了。然后这里有水萝卜、黄瓜跟柠檬，是免费的。这个是另外一个他们切下来那个肠，刚才那个 taco 不错哎，居然里边还有菠萝，有点像 Hawaii 的那个 pizza。加一些各种调料进去，它就会好吃很多。看怎么吃 taco， 加一些西红柿，加一些 avocado， 加一个水萝卜，加一个小黄瓜，挤一点柠檬，然后卷起来， taco 就成了。这三个我又点了一份，所以我总共吃了6个 taco， 应该够了。这是烤的那个肠，
带苹果的，这是一个什么牛肉。